人类是世界不断的相遇及分离，然后今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是我老公的生日，但因为表演的关系，我一整天都没有办法陪着他，所以想要趁这首歌的最后一句的前一句歌词跟他说，这首歌唱的是艾伦曼，你是我的音乐，想要跟泰婷说，你就是我的音乐。那我们一起唱完这五句吧。他的音乐大家。